你默默走过去，然后走在这一滩水前面，然后就在那边拍。我在这里拍。哎，为什么他们现在在排队走路啊？好可爱。太好笑了！哎，他们要去隔壁了，去隔壁干的地方。那我们去隔壁。那鹅一直乱跑，因为我们想要近一点嘛，但是一直靠近他们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那我们就是整趟就一直在追鹅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关卡，先找我们的猫。哎，你会咬人吗？是，不要动。我跟你说，妈咪母爱，了解你一下。OK， 摸摸。我们很喜欢你啦，不要这样。我们真的很喜欢你。完蛋了，我们他完全不想理我们。我记得他们喜欢屁股。屁股？他喜欢被当软软软这样。这样，我上看。等一下，不是他们不是喜欢玩这个吗？他们喜欢这个。这样，小心。万一不是很。他们喜欢被摸摸摸，他们喜欢被摸屁股。喜欢那个镭射笔。不行，我们要找一个地方。害怕。其实我还蛮怕猫的，所以我今天在去找猫的时候，我就说一定要先跟猫好像要先好好的相处一下，要先跟它有点默契这样子。所以我发现今天这两只猫都超级温和，就是你不管怎么抱它，它都不会去抓你。猫，你觉得它？你觉得它走路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在赶鹅，他们会不会越跑越远啊？看，我觉得他们在躲我们。怎么办啊？鹅好难拍，他们越跑越远了。超可爱的，可以摸一下吗？不行。好，麻烦你。啊，他又在挣扎了，你先帮我先拿东西。哎，他们到底要走到哪了？他们停下来。他们在干嘛？他应该被我们逼到绝境了吧？对，他们被我们逼到绝境。好了，可以拍了，可以拍了。怎么啦？太难了吧？我觉得他们会进去哎。对啊，那就跟着他们进去吧。还是我们先宣告任务失败。一二，快点看我。一二三，再严实一点。一二三，好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彭明花换你。好，刚刚是不是要飞了？他们有要飞了，你快点。他们不会飞吧？在后退。哎，如果打耳虫的话，我要坐后面一点。真的要推到树后面，这是极限的，真的要推到树。真的不行。